因为核电站，大家应该对福岛县这个名字很熟悉。不过可能很多人不了解，福岛县在面积上仅次于北海道和岩手县，居于日本全国第三位。现在所在的双叶站位于福岛县太平洋沿岸，距离福岛核电站不到5公里。从双叶站出发，沿着 JR 长磐线可抵达福岛县第一大城市磐城市，由磐城市转乘磐越东线到达福岛县第二大城市君山市，再由君山市出发乘坐 JR 磐越西线列车，最终到达福岛县内位于西部的第四大城市惠津若松市。虽然双叶到惠津若松直线距离只有95公里，不过一整趟电车下来行程205公里，需要走4个半小时。等一下要坐的就是这辆车。开往君山的。这辆是 Kia 11型的气动车，建造于91年，多用于坡度较大的山岳地带，两节编组，每节车厢的长度为20米。
刚刚的那辆车要返回去了，而且人特别多，到小野新町，满满当当的。这个时间应该是下学下班的时间，这边的小朋友是该往辅导，辅导这边也是特别多。高峰时间，君山应该算是福岛第二大的城市。完蛋了，要赶车了。四十米，没有戏。惠津若松的是这辆车。都是学生。这辆车又要返回去了。今天要住的是这家富士米旅馆，旅馆富士米旅馆富士见还是什么？离车站很近，走路大概两分钟吧。こんにちは。はい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宿帳を頂戴しまして、はい、お会計も先にさせていただいておりますので、はい、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わかりました。いくらですか？4,500円でございます。はい、感謝ございますね。お預かりいたします。お部屋は2階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、はい、洗面所と、あとうちのお風呂も1階の奥にはございますので、はいはい、でトイレは2階と1階と両方ございますので、分かりました。お風呂は1階だけですよね？そうですね、お風呂はね、はい、ただ温泉付きのあれですので、そうですね、はい、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朝とかシャワーとかは大丈夫ですので、はい、よかったら はい、朝なんか8時半ぐらいまでなんですけども、はい、分、はい、かりました、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お声かけてください、その時は、はい、じゃあお2階どうぞ、はい、お願いします、はい。はい、お一人様でちょっと小さいお部屋になりますけど。あ、大丈夫ですよ、全然はい、ごめんなさい、どうぞ。はい、ちょっとあれですね、お部屋ちょっと変えましょうか、ちょっと暗いですもんね。はい、あ、すいません、あ、ちょ、結構広い。え、今日は大丈夫ですか？人が来ない。あ、今日はここの部屋ちょっと空いてます、はい、あ、すいません、じゃあ
わ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饿了一路，也七点多了，放了包就赶紧去找吃的。结果走了一圈，除了居酒屋，没几家店开着的。好不容易找到一家还不错的拉面店，竟然大排长龙。最后还是买了超市的便当，不过价格是真便宜，400块还半价。看起来有点阴暗啊，它这个每个上面的名字，看到这个是青龙，然后这边是洗手间。楼上没有洗淋浴，只有洗手间。然后今天他被换到这间房子了，可以看见吗？叫白虎。然后进来之后，这房子呢本来应该是双人间的，然后结果他那个灯坏了，金邦那个床铺好了。然后呢，这边是电视，有一个这种日式的小的桌子。然后这边呢，是一般日式旅馆都会有的毛巾。然后底下的这个是浴衣，浴衣。然后呢，附赠了一个牙刷。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啊？啊，这是冰箱吧，应该是。这是冰箱。这个电话，我不太确定啊。这电话感觉应该是，我自己感觉应该是80年代的东西吧。这个好像好老啊。然后这边有一个拉门，这个拉门打开的话，它这个房间比较大，是有这样的一个小的这个阳台，有一个小的洗漱台，这么大一盒400加税400块还打半价，而主要是这个量啊，我从来没有买过这么沉的盒饭，非常的沉，我觉得这我吃两顿都够了，这米饭特别多，超级沉，哇，真的吃不完，还剩这么多吃不完了，我实在是。忍受寂寞，饮尽